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庞老师。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三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。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，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整个系列的第55题，让我们一起来读题。An artist had 680 seven bits，他有这个艺术家有687颗豆子。He created an art piece，他要做一个艺术作品。By pasting 9 bits on each art piece，他要把九颗豆子做到一件艺术品上边，然后呢，去这么去做这些艺术作品吧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会剩下来111颗豆子。请问他做了多少个？How many art pieces did the artist create？他到底创作了多少个艺术作品呢？好了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，一开始的时候是687颗豆子，然后呢，它用掉的部分，我们是可以通过一开始的数量和最后的数量做一个减法得到的，很容易，我们得到的是576 bits。好了。这时候呢，他的艺术作品的数量，我们可以用已经用掉的豆子的数量 divide by 9，6×9=54，还剩36，4×9=36，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他一共做了64件艺术作品。